我现在呢，准备去医生那里。我的家庭医生跟上次一样，做了一个急诊，因为我是早上，今天是早，他8:30开门嘛，那我现在就要赶着去。好啦，准备出发啦！哎呀，终于到了。然后呢，我觉得，但是我看到这个车好像没有看到医生的停车，他的车停在这附近哎。好遗憾是没有来上班，怎么办？哎，去看看啊。还好我来得早，没人，然后我就先进去了。这个医生就帮我换了一下我伤口上的药，然后他看了之后，我看了医生打开的时候，我伤口还在流血。他就说让我去联系一个家庭护士，到时候就每一天过来到我家来给我换药，或者是我去他那里换药，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伤口好得快，不然的话他每天还在渗血。然后还给了我一封信，让我去找我的。哦，下雨了，怎么下出太阳还下雨？然后还给我封信，让我去早一点去预约我的医生再见一个面，因为我的本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是一个月以后会再见主治医生，然后现在这个医生，我的家庭医生又给我开了一个单子，让我再去预约一个，提前在那个一个月之前提前再去看主治医生，让他再看看我的情况如何。还是不是很正常，因为我看了一下我的伤口，就是漏管的那个伤口那里，很明显的有一小坨肉，我觉得是腐肉，但是还在渗血，这都多长时间了？快一个月了，还在渗血。唉，但是这就是生活呀，生活还要继续啊。现在去买菜，欧了。现在呢，我打算去接安娜一家，他们要带我们这个去市中心办点事儿，然后呢，安娜也放到我家。本来他们想坐车，就是坐公交车来的，但是我现在反正也在外面，然后可以去他们家接他，所以呢，我决定现在一个是先接安娜的他们一家过来。这是互帮互助嘛，然后我也需要安娜的那个姐姐帮我打电话预约一下，家庭护士到我这来做我伤口了，就是每天清理伤口的这个事情。好了，现在出发。妈妈，天窗户家吗？有狗洞，你可以去邻居家吗？邻居家？那你按下门铃，你先问问他能不能啊？问一下。哎，没事，门开着，没关系，来问一下。你不能关电池，因为电池没用了。没事，妈妈还有电池用，没关系。又要去别人家玩。公主，你跟这人说好，你是什么来意？阿里基线。你跟他说一下，小米，你跟他问问他可不可以，先问问阿姨可不可以这个。On attend un livreur pour changer la machine, enfin la vaisselle. Du coup, ça va être compliqué d'en attendre des livres. Ah, oui, possible. Yeah. Today, just now, go back to meet my family doctor. I mean, just now, I go back home. Avant de le faire, là, tu vas faire. Anna, tu vas faire. Tu vas faire. La pâte. C'est difficile, hein?换一个，换一个。哎呀，你可以叫他姑息，你可以叫他躺下。哎呀，那是 family。哎呀，哥哥，所以你可以叫他姑息。啊，是，你是干啥？要哥哥，所以你是干啥？Est-ce que vous pouvez les faire prier debout? Debout. Cosmo, donne la pâte. Donne la pâte. Cosmo, lève-toi. C'est quoi, t'as des curieux? Non, non. Refais-lui, qu'est-ce qu'il y a? Est-ce que Cosmo, il a déjà pris avec toi?
viens ici. Debout. Lève-toi. Lève-toi. Non, mais là, il y a... Ah, ok. T'es gentil. Debout.洗个小手，来，你们两个小宝宝先洗个小手来，我们过来了啊。妈妈，哎，那个叔叔他说，狗子的口水很，比人类的口水更好。嗯，但是狗子的口水跟人类的口水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两个还是要洗个小手。好的，把门关上啊，免得冷气都出去了。现在你们两个在这里玩，看电视好不好？好，你去，阿姨做菜。阿姨今天做那个上烧鸡腿，鸡腿啊。我呢就真的来做菜，哎，这都是豆腐，哎呀，番茄还没买，做些豆腐，然后鸡肉，哎，对，蒜苗。我这都是之前生病之前买的，然后就给它分装装好了。对，对对对，中午吃饭。还有咖喱，这个大。